来个长视频。今天再讲一个我小时候的糗事。小时候我跟我姐回老家，就是老家农村，然后我记得我家亲戚好像上山下来有个鸟窝，燕子窝，拿回来两只小燕，那是山燕子，不是家燕子。然后我跟我姐就感觉这两只小燕子脏，我俩就把这小燕给洗了，好像就反正小燕还不会飞的那种。洗完之后那不中午吗，然后也没干，我俩就把它放到窗台上就进屋了，然后就想把它晒干嘛。东门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两只小燕都被晒死了。这是我上小学前时候的事儿，然后记忆特别深刻。抱大腿吃老爽。拜拜。